Have a try, sip a little bit. 环酒 OK 啊。How is it? 你尝一下，感觉没有那么浓，还比较平淡，就是还好，比较合适这个味道。嗯，它是这种平衡感比较 OK 的，然后不像有的那种浓缩太过于苦涩了，太过于涩。这个还好，厚度也还好。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这里为什么不用大理石的那种白色的地板？他用了比较差色的那种木色的地板，对，他应该就是想要做一个这种不同的这种对比。如果要是全是白色的话，可能就过于白了。这里，One More 酒就在那边，所以 Howard Street、Howard Land 都在那一侧。OK， 街道的意思。对。然后其实很好采景，如果你采景，你可以一路走到那边，我觉得可以。好的呀，再玩多久？等一下我们你说的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 Higher Ground， 它的 Ground 是这里一直直走。哦。对，所以现在的话只能是说有点绕一下，但是 OK， 我觉得值得看。走吧。现在我们要去哪里？今天就是 Justin 刚说这边这个十字路口，然后是。目前墨尔本咖啡馆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沿这条路可以过去看一看。How are you guys? How are you? Hey, so hi to everyone. We are vlogging. Oh, okay. We are vlogging. So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for the final. Yeah. 我这个是抹茶拿铁。Yeah, we are vlogging. Sorry. So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China. 中国的。你们是哪里？上海。所以我们也是上海的。好巧啊。中国咖啡冠军。对，他是中国咖啡冠军。然后他这次来墨尔本就是来看这里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墨尔本是咖啡比较有名。对，应该说世界咖啡首都。你们是旅游过来的还是在这边工作上学？上学，这样在这边上学的。哇，很厉害，很厉害。在这边多久了？一年半。一年半。哇，经常来这边吗？也没有很经常，因为每次来都要排队。每次来都排队。哇，你们是在哪所大学？墨尔本大学吗？没有，墨南。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到这边的第一个景点，今天我们要去看 Penguin， 企鹅是不是叫 Penguin 对，我们今天要去看 Penguin， 然后现在是晚上的7点，这里应该是在 suburb 郊区的，是个公园，这里现在已经在这个海边，但是这个风吹的头太疼了，所以说出门经常在外头的海域，很多人戴帽子。这边的Penguin 应该是企鹅，现在非常小非常小，比我们在成都啊或者上海那些海洋馆看到的要小很多，要比但是比较好看一些。白天我觉得夏天这里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季节，然后这个是人们基本都已经出去了，风太大了。我们用这个相机看一下这边的企鹅。这边很多是黑天鹅，去每个公园有湖的都会有黑天鹅。来 ，OK， 终于在酒店了。今天哇，真的是太忙了这一天。今天虽然没有比赛，没有去拍视频啊，但是今天就一直在这边逛吃逛喝嘛，基本上对。然后现在回到酒店了。这个是前天买的帽子啊 ，Los Angeles， yeah。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美国的洛杉矶，加州的城市，最向往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对，然后今天其实去了很多地方，今天其实上午就已经去了。
去哪里了？今天我那个上午去逛了很多咖啡厅，这边很有名的一家纯白色的一家咖啡厅，它的设计各方面我觉得都不错，只是说它的地板为什么是擦色的，地板的颜色对冲的太厉害了。然后我们还去了一家，就是也是一个 old building 跟一个 office 那个结合的一个建筑，叫 high grade 好像应该叫，然后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不错，它的细节我觉得是国内餐厅做不到的，就是国内有很多其他的，比如工业上在可以在奢华的 luxury 上面可以超越它，但是呢，它的这些细节我觉得是就是国内很多细节，就比如说一些灯，一些他们的会用，我发现他们外面一些比如灯啊、路灯啊，或者是一些招牌啊、LED 它的形状设计，真的主要是做设计，在设计上面还要有质感才行。然后也是网红嘛，非常排队，我们排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外面非常的冷，但是很多人在外面排队。他的摆盘，他的食物真的太棒了，真的就是完全就是 Instagram 上面的风 ，ins 风，对大家所熟悉的 ins 风，真的是那个风格。拿出来任何一道菜，基本上你都可以拍照片，拍出很好看的，然后发到网上去。然后他的盘子上面也会有他的名字，这些细节都是我觉得，做得非常棒的。然后下午还去了一家那个 Black Coffee Shop， 那个他那家店主要是以黑色为主，也是非常的棒，不过他黑的还不够彻底，还不够酷我觉得。但是下午我们喝了500刀一公斤的那个叫什么咖啡，那个手冲的，然后感觉还不错，比较平淡。因为像那种比较昂贵的咖啡豆，其实你要说它有多么独特的味道其实也不见得，它只是说各方面平衡感非常好，它不会某一方面也不会太过于凸显，它就是平衡，让你喝出来很平淡，这种味道就像这边的拿铁一样，它不会，咖啡和奶比较平衡，然后你喝的就是比较舒服。然后晚上我们去看到企鹅嘛，在那个叫什么 statue 那个 statue 那个 beach 那个位置，然后那个企鹅是适合这边的温度。如果说你要看，因为那个企鹅是野生的，我们平时看的都是在海洋馆里面的企鹅，所以说这个企鹅比较少见。然后要么好像唯一的野生企鹅就只有这里，这个墨尔本跟南极的话太远了，然后所以说这边的企鹅它只有那么小的一个 size， 那个大小。所以夏天的话这里很不错。今天下午晚上我们去看到另外一个朋友，他在这边就是那个statue 那个，也不是，应该不是叫 statue 那个海滩旁边，他买了一个公寓嘛，在做民宿，在做 Airbnb。 OK， 现在我们来到了 Judy 的一个 Airbnb， 他们的房间，哇，介绍一下吧。这是一个一室一厅。对，这是个一室一厅。对，我们有准备那个一次性的拖鞋，然后里面还有洗浴用品啊，你可以进来参观一下。对，参观一下。你直接进来吧，你直接进来吧。OK。要不要拖鞋？可以动下脚。啊，没关系，没关系的。那个，我们反正到时候有人进来。哇，你们的吹风机就是。我们用的东西都很高级，有 Dyson 的。哇，这个。对 Dyson 的吹风机。吹风机。然后包括我们这边用的这些洗浴用品都是用。哇 ，EXO， 对 ，EXO 是墨本开始的，对，然后，哦，这个就是 Twelve Apostles， 对，十二门徒，这个是我最想去的一个地方，今天。对，然后这边有洗衣机，像我们洗衣机买的也是用那个 Bosch 的，就是它比较，哦，还有烘干机，对，有烘干机洗衣机。就是比如说你有，因为现在的卡满掉了，所以直接用手机。然后还可以，因为没有记得啊，在我的淘宝店买这个手机壳。还有这些，如果有客人他有需要练的话，也是可以用。然后包括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厨房呢，我们这边也有烤箱。哇。OK， 那这边也有微波炉，然后底下也有一些碗啊、碟啊什么的。OK， 然后呢？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还有食物。OK， 还有食物，如果你肚子饿的话，可以。自己随意吃，然后我们这边有酒啊，有啤酒啊，因为
底下是因为 底下有很多意大利餐厅都有咖啡店，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咖啡机，因为首先一个没有空间，其次我觉得他们下去喝会更好。OK， 然后这些都是免费的，对，都是免费，他都可以吃，只要你住进来你都可以吃。但是当然，但是这个不便宜啊。我知道，但是客人他们都是很 nice 的，因为他不会说因为便宜把喝光光。真的吗？对，甚至有时候有些客人他还会不好意思会帮你补上去。对，就是我们的费用是都包括这些。那怎么算呢？就是200块一个晚上啊。$200一个晚上。对，一天。在哪里可以预定呢？可以在 Airbnb 订。然后我们这边有你的账号吗？然后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有这个灯，就是大家以为就是还蛮好玩的一个东西。那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在我自己住的家，但是因为它会砸到小孩，所以就把它搬过来。然后这边是一个 Apple TV， 对，然后这边还有个这个音箱 ，OK， 就是哇，这个是那个鸟了吗？对，这个我们家好多个不同款式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播 Apple TV 的话，你可以连这个唱歌，就包括 Apple TV 我们有个 account， 然后你可以随时想要看什么电影都可以购买，用我们的 account 去买。OK， 像之前有人庆祝周年，然后他就来这边住。他就有买了一部电影，我们是可以看到他买过什么电影的。对，他就买了一部。对，然后这边是卧室。你看我们这边有个 Dyson 的这个。哇，这个也是 Dyson 的净化器啊。不是净化器， 是那个就是冷气机。冷气机，对，也可以暖气。就是冷的热的都可以，但它不是说非常的强，但是也够了，因为房间是比较小的。对，然后这是我们的床上用品，就是这些都是买的，都还不错质感的。酷。然后这边，这后面就是，这后面是这个。我还有一个阳台。对，有个小阳台。哇哇哇哇！这个猛，这个猛，这个猛。因为其实阳台我们之前种的是另外一种花，但是因为它死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换了一些多肉在这边。然后像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底下楼下也有 pub， 然后也有意大利餐厅、法式餐厅住在前面，然后超市什么都有。哇，感觉不错。对，所以之前前面就是海滩 festival 是什么？就是它每个区会有个节日。就是像美食节一样，然后这边一条街全部都没有车进来，都堵住，然后有各种那种就是表演啊、秀啊或者吃的啊，都在路边摆一排，然后一直到刚刚那个海边，然后这边就有很多人，就是如果你住在这里就会超级方便。对，对，哇，下一次就可以住你这里。对，下一次我们就住你这里。我觉得，然后这个照片拍的就是 Cinquita 那个。Cinquita 就是刚才去的海滩。哇，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们 iPhone 手机上的壁纸在这里拍的？我不知道。哇，好像啊，这就是刚才的 Cinquita 的海滩，有点像我们的手机上的 iPhone 的壁纸，对不对？比较舒适的，而且包括比如说你要是有带小孩来，我们有 baby 的那个 cot， 这个折叠的，可以放在这个角落的过道的地方，可以给他住。Okay. 然后也有玩具，还有小车可以玩。Cool. 然后这边有吃的。你们这里可以加床吗？不能加。对，哇，我觉得没有空间，就是几个朋友来的话可以在这里玩。如果两个人可以住，就是 couple 或者是就是女闺蜜或者是就是男基友都可以。男基友。对，就是。对，所以都可以。OK， 所以。Cool. 嗯。很 nice。对啊。Nice. 然后这边像我们这些，我们都是自己布置的包括对这些还有那个买的东西，因为我们是属于比较强调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用的东西都会比较好。很精致，那很精致。对，像我老公他有时候上班也不是说上班，就是有工作来 CD， 他就会来这边喝个茶，然后休息一下。对，酷。然后如果有人要入住了，我们就会提前来做再次的清洁。对，酷。所以说入住的话是直接就在网上可以交易，还是说你们需要跟房东见面？
不用见面，就直接是 Airbnb， 对，然后搜我们的名字 Abby and Elvin， 这是我小孩的名字，对。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订。但是好像搜的话，你要先搜比如说是澳大利亚、墨尔本、St Kilda， 然后再加名字，它才会出来。嗯，不然它出不来。哦，嗯。OK， great。我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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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对的，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吃饭去了，然后吃了一个饭，这边的也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炒饭，相当于还是不错的。然后今天换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美居的，然后本来是要换到 Tiffin 那边，结果订错了，不是他们美居，是一个连锁的。这个酒店还是很老，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么老，它就是怎么这上面太老了，它没有吊顶啊，没有各方面，它就是老的那种。然后大小，但是要比昨前天那个大一些。然后这里面的话，卫生间会大很多，还不错，洗澡的马桶。这个是大约是在，500块，对，加税加完税的话是500块，但是比较不知道有没有健身房，明天去看一下有没有健身房。然后因为这几天一直没有怎么去健身。然后晚上睡觉还是要把门给锁掉，对，现在已经12点了，准备睡了。 OK， 明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明天没有什么事，明天晚上才会有比赛嘛，明天白天可以休息一下，剪一下片子。这边网速真的太慢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上传影片的，全部的片子都已经剪好了，但是都没办法上传，因为太慢了。 OK， 明天我们再见。